上一集呢，我们拯救了葛伦跟 Maggie， 那这一次呢，我们改装了这台车，我用我的火神机箱改装的。对啊，为什么他们两个跑走了啦？不要闹了好不好？啊，我先开车。有车就是要开嘛，对不对？一定要那个僵尸可以开门吗？吓我一跳，我刚以为他会开车嘞。开我车门就糗了，糟糕，那两个人吓跑了，这样我只能靠我自己了。我去载他们一下好了，我猜应该在附近吧。哎，上来，拜托，不要再跑了。为什么你会勾到我的车啊？快点上来好不好？好啦，我知道了。他说他要去 call in， 请求空袭啊！啊，我就自求多福啊！那我们下一集可能会……哎，为什么那僵尸用跳的？这样跳很奇怪，好不好？哦，对了，我这台车可以发射子弹，再试试看哦。等一下呢，我看不太到啊，是，我先停远一点哦，这样子，正前方的。我先把它撞开啊！真的是挡路。哎，怎么射不到人啊？啊，还有，他没有准心，但是他如果发射的话，他是可以打得到人的。哦，这也太多了吧！这僵尸怎么那么多啊？但是他是点发，不是那种连射。哦。这个太多了，我要切换武器了。雷射炮，哦，好酷哦！哇，那我没有射到人啊，直接贯穿了啦，怎么回事啊？我这好多哦，这杀不完了，我再换一个。有东西吗？就这样子而已哦。什么东东啊？我要换那个什么类似燃烧弹的东西哦，这个才叫帅嘛，对不对？我车子也着火了哦。哎，还好灭火。哎，这样子其实也蛮好玩的，等他跑过来，然后再把它轰掉。后退就看不到他们的样子，我可以射那么远哦！走开啊，死僵尸！哦耶！这样子去拯救戴尔的话，就是非常方便的。哎，我先把这边的丧尸清掉啊，非常的挡路。哦哦哦！哦，碎哦，哦，哎，哦，怎么爆炸了？哪边爆了？哎，为什么他有火箭筒啊？不是，我看错了，他拿什么枪啊？哦，他们身上的枪都会掉出来，哎，所以把他干掉的话，就有枪可以拿了。去死吧你们！去死吧！其实这样我就看不太到了，后退了。来试试看啊，他一开始的武器好像就手枪。哎，有啊有啊，我有其他武器了，可是僵尸追着我跑。哦，真难射，要追着我跑，这样子我不好射。哦，这武器在地上好多，去死啊！哦，换弹夹，哎 ，miss。超级打不中的，现在拿什么弓箭啊？哦，为什么僵尸可以换武器啦？这样子不公平啊！虽然说他不会用，哦吼，翻滚！我用机枪扫射好了。
换枪换枪，这什么弓箭啊？哦，他好像是那个单发的那个什么 rifle 是什么步枪？哦耶，这个是榴弹发射器，试看。哎，它不是发射的吗？不会爆，这个狙击枪。哦，哎呀呀呀呀！嘿嘿，追着我跑啦！哦，哇，一次两只啊，他爬起来了。我要换这个，这个比较好用。嗯，我要上车，一直追着我跑。哦，体力上升了，快走，快走，快走！好，我们今天的任务还是要去拯救那个 Dale。那个 Dale 呢，如上次所说的呢，他是在这个地方啊。我记得好像在这个附近啊，我们先标一下地图好了，那我们就一路开过去吧。我们上次有维修一些电力啊，电力还堪用，但是我不确定什么时候会结束就是了。我们找一下路啊，这个路旁边啊，这边有路可以出去啊。怎么觉得哪里怪？这边可以出去吗？哦耶，可以可以可以，太好了！哦，吓我一跳！每次切换视角的时候都不小心会。不知道开到哪边去了。我这台车很快哦。哎，这个时候有突然有那个支线任务，很怪，好不好？这个时候不是僵尸的入侵的时候吗？不知道救谁啊？他为什么受伤了？I can't do it. I can't marry him. 哦，他是受到家暴吗 ？Jump on board. Just get me out of here, please. I live in Vine Hills, Campbell Hill Drive. 不会吧？在我做任务的时候接到这个利他邪教，我可以不要载你去吗？我可以直接载到这个基地吗？我不想理你，好不好 ？Thank you so much. I was starting to think nobody was going to stop. Yeah, 我不会救你的。我还是要去救我的 Dale。No, I couldn't go through with it. 哦，你好吵哦！你给我下车好不好 ？Just the thought of waking up next to that caveman every morning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Oh my God! No, I think that's him. He's coming after me. 真的吗？他来追我吗 ？Are you taking me? A little detour. Don't worry. Just think about that lucky escape you had back there. Oh my God! No, I think that's him. He's coming after me.有吗？谁在追你啊？没看到人呢、啊。Get me away from him, please. I can't go back there. 不会，我不会载你回去的。Anything for the bride on her special day. I should never have let it go this far. Oh God, what's my dad going to say? He spent $10,000 just on ice sculptures for the reception. We had these cute little cell phone covers made with our photo on them. It was going to be so fabulous. I can only imagine.Oh God! I hope they don't make me give back the gifts. Ugh, whatever. Anything to be rid of him. And at least I lost all that weight. What did you ever see in that guy? On paper, he was perfect. Rich, successful, the big car, the house in Vinewood Hills. And he was nice to me sometimes after the rages. I thought I could change him. Are you married? No. 我在停下车子。You can believe it. Nobody snapped me up yet. 我女生在设计哦。And I know he did some hooker on his bachelor party. 为什么那个僵尸要这样追着我跑 ？His stupid bro pass. You know, he told me once that infidelity doesn't count out of state. Well, guess who's got the honeymoon tickets? Two can play at that game. 哎，他拿东西来射我。I'll have some Greek waiters, baby. 什么枪啊？There was no way I was having kids with that Neanderthal. 等下这边还有，为什么还有狗狗啊 ？His DNA. Ugh, I couldn't do that to the world.
He really let one get away with you, didn't he? You should see his friends. They were all there, hungover, running like a bunch of slow kids at a petting zoo. 为什么这边那么多狗狗啊？不会做僵尸吧？太扯了。In my life, I would literally disembowel myself with a jacket because it's last and play hostess. 好多morons ever again. And his mother. Oh my god. Of course, 这也太多吧。Live up to her. You're crazier than me. 他自己跳车，快走，跟照跟照，快走快走。你要跑过来干嘛啦？你是干嘛绕来绕去的？不会你也是僵尸吧你？哎，我怎么隐约听到火车的声音啊？不会有火车吧？哎，为什么前面有个红红在跑、啊？是我错觉吗？我刚看到一个红红的人在跑、欸，哎。去看一下。哦，他拿那个燃烧弹吗？我先把他干掉。Oh my god！ 他死了吗？看起来差不多了。这个丧尸在干什么？哎，他又爬起来了！去死啊你！啊！忘记我有枪啊！为什么不发射一下？我贯穿。哎、欸，有掉武器吗？他也烧那么久，不会吧？我们先离开这里。哦，这边好多怪物，算了。哇、哦，这好，这也太暗了吧？这怎么走啊？为什么地上都没有枪可以捡呢 ？OK， 哎、欸，前面就是基地，我们进去看一下啊。哎、欸，为什么这基地没有人啊？好怪哦、喔。奇怪，昨天才来打过来求救，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下车看一下。呀，为什么没有手电筒啊？我的枪都不见啊，为什么会这样？进去看一下，好暗哦，超暗的。等一下，有听到丧尸的声音。这上面的枪可以捡吗？不行，不能捡。啊，快天亮了啊、哦！去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哎，这里面有人啊！不会吧，丧尸坐在里面打电脑，这魔种好怪啊！这里面没有东西可以捡啊！我知道了啦，这个地方已经沦陷了。这边有地图，看一下这地图。OK， 这一区域已经沦陷了，然后他们已经迁往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连。其他的生存者一起带走了。我看一下这附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的啊、哦。OK， 哎、欸，他们落下了很多东西、欸，军事车辆都还在。他们看起来是非常紧急的跑走了，所以东西都还在这边，完全没有带走。一转眼天亮，丧尸也逐渐变少了。那我们先到这边停车，忘记介绍这台车的功能啊。看一下我改装了什么东西啊 ？OK， 你看一下这个，没有枪啊。OK， 后面有火神机枪，然后油桶，这样子会跑比较快啊，对不对？然后两把火神机枪，还有两把这个是什么？榴弹发射器嘛，对不对？然后旁边有两把菜刀，哎，这是什么东西啊？竟有两把菜刀旁边啊！呀，像撞僵尸的话会比较省力吧，我想。然后前面还有防撞的护栏啊，上面还有那个这是什么？那个铲子呀？怎么突然觉得有丧尸要过来了？我
啊，为什么啊？哦，可能是因为我重开这个模组吧，所以他的武器就会换了、啊。那一下是枪，一下又是弓箭，一下又是近战武器。好了，我们这集先到这边了。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赶快订阅我的频道。我先躲一下啊。那喜欢的影片记得分享出去，并且按赞哦。我们下期再见。我要先打一下僵尸，真是走开。他还好吗？他哦，僵尸太多了。Oh my god！ 为什么没有那个枪可以射击啦？哦，我继续往我的车子，我车子比较好玩。来来来，都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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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切换一下雷射，咻咻。雷射没什么用、啊，坦克车再一次哦。哦，哈哈，超爽的啦。哦，他每个都要喷武器，都是近战武器啦。为什么没有枪？换一个，再换一个，这个什么？爆裂子弹哦，好远哦，还有吗？空袭啊，这也太近了吧！哦，好多丧尸哦，哦，我好享受、哦、用这个车子就够啦。啊，我车上着火，去烧一下僵尸，可以烧吗？哦，为什么会这样？他自己爆了啦！我又没有放地雷，为什么这样？他自己烧起来了，他烧起来可以走路啦，好强哦！哦，啊，好，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